就是自动跨境那个口诀，到时候我会发给你。现在就是这个，这是代码，我们就是那个，我们把那个作图转换成了代码，最后我们会找到那个，找到第一个，就是切网，就是这是切孔，这是代码，到时候我们会教你怎么找这个代码，最后这个代码就切第一个孔的代码，切完第一个孔。它就 M08 就结束了，是我们就在这个，它会有第一段，会有这个这一趟是原有的这第一段，之后我们自己再加了一段，就是歌00照抄了一段，照抄了这一行，之后下面这个这一行就是，这一行就是光动了一个 Z 轴，原来是116，我把它提到500，提到500之后，剩下都光动一个 Z 轴。剩下都一样，最后我暂停一下，它回原点就是 Z 轴回到500，提枪就是那个动作，500之后我那按 M00 暂停，暂停完之后我掰那个开关，转换开关，转换之后它就暂停的同时，你一直一掰转换，它就移动过去了，移动过去之后，你给它那个指令就是再给一个第二段，再给这个歌00，就是跟上面一样。跟上面一样，只是你这个 Z 轴的那变成500，要跟前面一样，高度不要变，说是就和它一样，和下一段这个一样，只是这个 Z 轴变成500，和这个前面一样，它高度就一样，就不会往下落，这高度一维持着过去，这都一样，就这个 Z 轴变了，变高了之后，你再弄个暂停，它到那个地方，它就是到那个地方之后，你暂停，暂停之后你掰过来，那个转换看看掰过来之后。它就会落枪，它就会进行这个代码，落枪落下来就切。